大家好，我是平凡人，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 RoboCraft。那当然，我们这次要讲的就是这次更新里面的，透视模块，还有我们的小机关枪，我已经忘记它到底叫什么了，应该是什么锁链分裂的是吧？我觉得它这个翻译实在是，这个公司的翻译实在是真的不行，它如果给我们翻译一下多好，是不是？好，那我这次的影片呢，就是用这台我做出来的小小机体，来为大家呈现一下，透视模块还有铰链炮的功能。那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武器做的，其实这两件其实做的真的还不错。好，那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下透视模块可以干嘛的。当你启动以后呢，它会把每一个敌人标记出来，然后如果你不在你的视野内的，它会用指针给你指方位。那至于小链炮呢，它就是速度比一般链炮慢了一点，可是它的伤害跟正常链炮是完全一样的哦，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武器啊。可以，这个点我会吃下来。然后因为不过链炮本身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武器啊，虽然它已经变小了，不过因为它的还是其实它还是也蛮大，然后 CPU 也还是占蛮多的，所以最近在做机体的时候，再多带几种武器。好像我自己配的就是最小的那个 SMG，要不然你那个大武器被砸掉，你就没戏唱了。OK，我们表现一般普普，至少不是最后。OK。哦，我不知道，我自己其实不是很爱用锁链，不是一个链炮的爱用者。那我听那时候听别人在网友啊在谈论说，好像链炮对空能力很强，可是我不知道是我技术问题还是怎样，我目前其实感觉不出来它强到底强不强。我觉得它的感觉就是，啊，就像我现在用小 SMG 一样，就是一直连射、连射、连射、连射的感觉而已啊。他们都在那边，所以我们要过去帮忙还是啊？算了，我们就直接偷偷来抢他们的原点。OK，这时候小链炮也比较，对啊，SMG 还比较好用。哦，诶，原来我们队友也有，看来我是撑不住的，真是麻烦。这样子像你们应该可以蛮，清楚的感觉到这个，透视模组它算是一个蛮强力的模组在游戏里面。你看它可以直接让所有人现形，那这个却是吧？你这是什么机器啊？真大！哇塞！就是，那像这样一看，你就知道要去哪里帮忙了，然后大家也会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咚邦。哦，因为它体积比一般这个小电炮体积比一般的电炮稍微小一点，所以在构图上就不会像之前，偶尔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之前用只有橘色电炮的时候，我会觉得橘色电炮的电炮那个体积大的有点夸张，那这个我就觉得，还可以接受，没有那么奇怪。啊，吃掉你啊，同类！我靠呀，花心先打一击啊！刚刚有看到你吗？没有。OK。那我觉得我好像离题有点多，反正总之呢，我相信这个透视模组是真的很难念。我认为它可以，它确实是一个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东西。虽然它看起来
不是这么的抢眼，而且很明显只是一个超级大的目标。不，我认为它怎么讲？现在等于每个机器它都有一般最普通的功能嘛，可是这个模组算是我也不知道，这样。这是你如果好好用这个模组的话，这个模组可以带给你无穷的希望。嗯，这样讲也不会太奇怪。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讲话有点怪怪的，就包容一下，因为我才前几天咬到我的那个舌头，所以现在我讲话怪怪的。怎么每次都搞得这样？强点，人在哪？好，你看，像这时候我们要强点，我们就有那比较不一样的打法。像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我们就可以预期我们到底要不要攻，或是我们要躲哪边比较好。好，射两样武器，反正我先掉了。哇，队友不给力啊！所以这种设计也是蛮特别的。哇，OK， 我们再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点偷下来。来。敌人在哪？shit！ 为什么就是会有一只？没关系，我们好好的躲。偷偷来，应该是还好。shit！ 那只带着大把的那个电枪炮，天晓得啊 ！shit！ 怎么会掉了？快，这点还是我们的。哎呀，可惜了。如果刚就这样站下来的话，我搞不好还活着嘞。The middle point is under attack. That is that guy. Yeah. 良心建议啊，像刚刚那种机体，不要打这种模式，去打一般的团队战模式就好了。良心建议，因为你这样玩起来你也那个，你也累，是不是？你打那种机体，三枪就把人家把你秒掉了。OK， 还是安全的。哇，太多只！你看，剩一只其实还是，我是说，他剩一只其实他的。射速还是不错。原来是这只有带，放后面挺可爱的。我怎么老是近点要被占？哦，大家也会注意到，练炮的。这个小链炮它的时间转起来的时间是比一般的链炮要长了一些，不过因为我们其实应该也早就习惯链炮的用法，就是你通常都是躲一个地方，慢慢的让它转起来嘛，所以这应该是没什么差别吧。好，点石下来了，逃掉吗？跑啊跑啊跑啊！哎，又来了，这是什么奇怪的 bug？ 这 bug 不常遇到，就是在冰山 BQ 的时候，不是啊。另外，之前在沙漠地图的话，就是在桥会卡住，有时候会好像感觉卡在桥中间，然后到冰山就卡到冰山里面，或是像刚刚那样子，好像卡在地板里，怪怪的。
OK，射掉它，暂停，兄弟们暂停吧。然后真是随团队合作最失败的时候，就是这感觉啊。 不能太没默契，实在是，还有这种事。OK，输是输了，不过就啊，打到底吧。多吃一下机体不会怎么样。 我的，给我下来，给我下来！哎呀，又要爆炸了，又要爆炸！啊！哼哼，我不是，不是，不是，好。OK， 那我想，嘿，在这个。 这次的画面，有些画面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这个透视模组，还有锁链分裂者吧，它的用法，还有一些它的大概基本造型，还有它的功能。那我就那我在这边就要把影片结束掉。那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妨订阅我，然后帮我按个赞。 那我是平凡人，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拜。Two to the one, from the one to the three. This is team deathmatch. Kill the enemy. You are a Tesla with no energy. Your team has scout cruisers, legendary. Three to the one, from the one to the three. Lead your team to victory. You're in Birmingham Power Station. Defend it from annihilation.